媒体记者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？各位 Friday 的长官贵宾大家好，还有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黑佳佳。大使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境跟感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是超过百年的优质企业，那来台湾也有十年了，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能够担任 Brother 的品牌形象大使，希望能够为 Brother 品牌带来加分的效果。如何布这个局？对，就是其实每下一手棋就是要想到后面的十几手棋。对，我觉得要向 Brother 品牌看齐，然后一起努力。Yeah. 什么样的字眼吗？就是兄弟 Tense Brother Tense 生日快乐。而且呢各位知道吗，我有 follow 佳佳的 IG 哦，前几天好像也是佳佳的生日。